妈，你在干嘛呀？炒菜啊，煮菜给你吃啊。哎，你都那么辛苦了，不用了，你休息啊，我来帮你弄好吗？嗯，好。哎，我帮一下。哎，妈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菜板呢？这是菜板吗？哎呀，还烂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不能用的啦，像那种很密集疏松的，看到没有？一敲它会掉粉掉渣的，不利健康的。这种容易发黑发霉，起粉它里面容易生细菌的。这个你丢掉它，我给你做一个。铁木可以切菜，砍鸡、砍鸭、砍骨头是可以的，看到没有？放在那里随便切啊，随便砍、随便剁都是可以的，看到没有？随便砍、随便剁，你来试一下。砍完切完还是完完整整的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砍完切完还是完完整整的，来，漂漂亮亮，好漂亮啊呀！哥哥姐们，给我手艺人支持一下好不好？给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啦！